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啊！二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众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开经前面，在中国大乘传统的习惯是念开经偈，那么开经之前皈依三宝是小乘通用的。我前年访问斯里兰卡，去年呢，在那边讲经一个月，南传的法师齐全啊，开经前呢念三皈依，我接受了。这个仪式非常好，特别是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把佛陀的教诲几乎都忘记了。那么开经前念三皈依，这是最好的提醒。佛弟子，无论是出家在家，起心动念不能离开三皈。我初学佛的时候，皈依的老师是张家大师。大师告诉我，三皈依的重要性，时时刻刻要记住，不能忘掉。他举了个比喻，譬如我们在台北，那个时候住在台北，我们要到高雄来，要坐火车，三皈依就像火车票一样，一定啊要放在身上，啊，进站要检查，
要检票，在车上呢，车上有两三次的查票，必须带在身上。到终点站的时候要收回。三皈依耶如是，从初发心皈依三宝了。这是佛陀教导我们的最高指导原则。换一句话是，念念与三皈相应，这就是佛弟子。如果把三皈忘掉了，丢掉了，你就脱离佛教了。三皈是什么意思？三宝有住持三宝，有最高理念当中的自信三宝，这才是我们真正的皈依处。佛是自信觉，自信本来是觉悟的，所以《华严经》上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观无量寿经》佛告诉我们，是心是佛，是心作佛，我们的自性是自心是佛，我们皈依三宝是自心作佛。你看看这多重要，学佛最后的目标是什么？是作佛，是成佛去了。这个才毕业了，没有成佛就没有毕业。等觉菩萨还没有毕业，妙觉就成佛了，这就毕业了。所以要晓得自信佛，不是皈依外面的佛，是皈依自信。自信是觉而不迷，自信里面有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全是自信具足的。那么自信这一些智慧的能相好在什么地方展现？就是在极乐世界。我们往生极乐世界，你就完全看到自信的能量，自信的功德，不可思议，不是从外来的。阿弥陀佛见性，在极乐世界做了究竟圆满广大的展现。他以无尽的慈悲心发愿普度遍法界虚空界十方刹土所有一切众生，所有一切众生，上面包括等觉菩萨，
下面包括无间地狱，没有一个不得度。只要你肯相信，你发愿求生，佛就来接引你到极乐世界，快速就让你证得究竟圆满。法门不可思议，我们要特别珍重，稀有难逢啊！啊，那么讲的最圆满、最清楚、最明白、最透彻的，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啊，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可住，就这个本子。啊，这个本子的出现跟我们台湾有大因缘。啊，夏莲老汇集的本子是在抗战期间完成的。啊，抗战胜利之后，第一版印出来，那个时候国共战争，社会动乱，流通量很少，啊，许许多多我们上一代的出家在家的大德都没见到，啊，是38年还是39年，我记不清楚。绿行法师到台湾来了，啊，他亲近夏林居老居士，那么将这个本子带了几本过来，其中好像有3本还是4本。送给台中李炳南老居士，啊，李老居士看到这个本子，又看到这个本子前面呢很长的序文，这个序文是他老师写的，啊，他的老师是梅光系老居士，跟夏莲居关系非常好，同参道友，几十年在一起，啊，所以李老居士非常欢喜，在台中印过2次，啊，那么还讲了一遍，在台中法华寺讲过一遍，那个时候我还没到台中去，啊，还不认识李老师。那么老师讲演，同时呢，他用毛笔做一个简单的注解，把段落画出来，啊，提纲挈领的写了一本梅注。我以后到台中，老师把这个本子给我了，我能看得懂他的美处，
我看了非常欢喜。啊，以后我出家了，在台边呢，我就想讲这个本子，用老师的美处。啊，老师告诉我，现在语言不成熟，你刚出家太年轻了，啊，这个本子有争议，啊，就是有些人呢不赞成，啊，也就是有障碍。我初出家还没有这个能力，让他们信服，所以告诉我，这个经不要讲。啊，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图书馆，华藏视听图书馆，在台北前北。那么也正好遇到韩馆长50岁生日，啊，他印了3000本。那么老师这么一说呢，我们就把这个经呢就停了，啊，这个经书啊跟大家结缘，改讲《楞严经》。一直到李老师往生了，我将这个本子带到美国，美国那边的同学们看到了非常欢喜，那一边没有障碍，所以我们在台湾就印了10000本。啊，将讲经的功德回向给李老师，把他的每一注印出来了，啊，这第一次大量流通，啊，每注本子，啊，85年，我在美国。正好黄念祖老居士也应邀到美国弘法，他在美国只有1个月，那么将这个大经解，就是下这个黄念老的注解，未定稿，用油印印的，他带了一套到美国，把这个本子送给我了。啊，我看到非常欢喜，实在不容易。他是用脊柱，他的老师就是夏莲居老居士，老师汇集5种原译本，啊，叫他呢给这个经本做一本注解。我感到这是真实智慧。啊，为什么呢？他没有用自己的意思来讲，他用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来解释这部经，让大家看了不能不佩服。他用六年
年的时间，啊，莲公用十年的时间汇集这部经，他用六年的时间集注解，啊，这是集注，集经论祖师大德。啊，著书著这部经典。那么记住啊，我们八四年才见到，八五年在台湾也是第一版，一寮一环册。啊，现在这个本子流通非常之广。啊，我估计从几百万次。啊，在各地流通。我过去用李老师的梅注本讲过十遍，啊，用黄念祖的注解，啊，详细来学习注解，这是第三遍，啊，今天我们学到第三遍的流通分。我们这个本子啊，1051页啊，第一行啊，流通分我讲了三遍，这是第三遍，越讲越欢喜，越讲越欺辱，啊，真正的欲罢不能。啊，早年我是26岁，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啊，他为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我是从这里入佛门的。啊，方老师当时告诉我，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我是这样入门的。这一些说法从来没听说过，我对老师信任。那老师不会欺骗我，老师也不会隐瞒我，我完全接受了。啊，老师当时告诉我，现代佛经哲学不在寺院。我问他在哪里，在经典。为什么不在寺院？他说200年以前的寺院，出家人个个都是有道德有学问，那他们真正研究。近代出家人他不学了，他不研究了，
啊，所以你到寺院里面学不到。啊，所以他告诉我，在经典，你必须要找大乘经典深入，啊，你才能知道。这是给我一个方向，啊，给我一个切入的道路。啊，那么第二个指导我的老师，就是张家大师。我跟他三年，我佛法的基础是在张家大师那里建立的。啊，对于经典的讲解，这是李炳南老居士传授的。啊，我跟他十年。啊，张家大师劝我出家，劝我学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一生的事业是什么？张家大师叫我去看释迦谱、释迦方志、古老的释迦牟尼佛传记。啊，完全是从经典分类揭露下来的，唐朝释道法师的著作。我们读了之后才知道，啊，知道什么？知道佛教不是宗教，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像中国人儒家，儒家是孔孟的教育，啊，佛教是释迦牟尼佛的教育，啊，释迦牟尼佛本人是一个非常认真负责的老师教员的。30岁开悟，开悟之后就从事教学，在鹿野园度五比丘。79岁圆寂，一生讲经教学，我们今天讲办活动，300多次，那说法49年，没有一天休息。啊，没有经典上没有记载释迦牟尼佛哪一天休息，所以他是非常负责任的老师。啊，中国人称孔子为万师师表。啊，释迦在印度，要用中国人的话来说，那也是万师师表。啊，那么印度人相信尊重仰慕佛陀，啊，佛陀是梵语音译过来的，他的意思是什么呢？跟中国人讲的圣人意思相同。啊，那翻经为什么不翻圣人？圣人跟佛陀意思接近，不完全相同。啊，为什么？佛陀一定要自心觉，自心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才能成佛陀，啊，孔子、孟子没有明心见性，啊，这个不一样，啊，那么孔子、孟子在佛教里面是相当于菩萨，啊，还没成佛，与成佛还差一截，因为见性的人
确确实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个孔子没达到。孔子在人天这个阶层，可以说是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对于整个宇宙啊，他就没说了。不像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跟我们讲宇宙的缘起，讲的跟现代科学所说的几乎完全相同。宇宙从哪里来的？万物从哪里来的？生命从哪里来的？我从哪里来的？这是哲学跟科学里面的大问题。近代的量子物理学家逐渐的把这些谜题要解剖。能不能？大乘经，大乘经上告诉我们能。就用我们现在的思维想象，能够达到。凡夫用思想思考观察，能够看到阿赖耶的三细相，业相、转相、境界相。现在境界相完全揭穿了，就是物质的秘密完全明白了。那物质是什么？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我看到的报告是德国的普朗克。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一生专门研究物质是什么，用的方法跟释迦牟尼佛在大乘经上讲的完全相同，就是将物质分裂，分裂成最小的单位，分到不能再分了，再分就没有了，就变成空了。佛经称它做灵虚尘。佛是最小的物质现象，叫微尘。微尘里的最小的叫灵虚尘，跟虚空啊做邻居，就它不能分，再分就没有了，变成虚空。这个东西被近代物理学家了找到了。那真是要用数学去推断有这个东西，再用科学仪器去观察。最先进的科学仪器发现最小的物质，将它分裂，一分呢就没有了，物质就没有了。那么看到的是什么？是念头波动的现象。于是物质现象的奥秘
被揭穿了。物质是怎么来的？是从念头变现出来的幻象，不是事实。那么证明《金刚经》上所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一句话被科学证明了。那么又证明了物质现象是从念头生出来的。佛经上讲，相由心生，色由心生。你看，这是从前我们都常念的，但是又怀疑。现在被物理学家证明了是真的，是念头变出来的。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先有念头后有物质。所以佛说，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桩事情非常重要啊。虽然这是少数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家揭穿了，全世界的科学家还没有承认，对他还怀疑。那么他们要收集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个科学发现的是真实的。那么这些年来，他们在全世界收集，而许许多多年轻的科学家都在研究念力。你看一下书店里面关于念力的秘密、念力的能量，这些书很多很多，这都是许多人在研究。我们这个小道场，高雄牙医刘居士在这个地方做水实验，跟日本江本博士做的是一样的，做得很成功。这都是什么呢？念力，属于念力的范围。真正相信我们的世界可以改变，今天的社会动乱不安，最明显的气候反常，而且是严重的反常。地球上自然的这些灾难非常频繁，科学家找不到原因，佛知道。什么原因呢？人的念头产生了变化。过去的人，不要说太久，我刚到台湾的时候，38年，我从广州坐船到高雄，那个时候跟着孙立人将军的军队
高雄登陆之后，我们住在就是台南火车站旁边徐丁营房啊，年岁大的人还会记得，年轻的人不知道了。火车站旁边日本的人一个营房，驻军队，我们就是住在那里。我在那住了半年，啊，那个时候台湾人的社会风气比现在好啊，就是人少，全台湾的人口啊只有600万，啊，人民都老实淳朴，没有讲假话，没有骗人，没有卖这个有害于人的这些东西，没有，啊，特别是粮食医药，都是货真价实，不像现在社会。那我们出到台湾来，出去，啊，看朋友有时候不知道路，路上问到一个人，啊，他能把自己工作放下，带着我陪着我一起到我朋友家里，他再离开。现在没有了。啊，现在你问他都不知道，摇头不知道，不理你。我们对那个时候非常向往，60年前，真可爱。啊，到处都是这样的。啊，台湾民风特别淳厚，啊，有人情味，现在没有了。啊，那个时候民间，啊，家里面堂屋还供祖先牌位。我在福建住得很久，福建家家堂屋里头都供天地君亲师，啊，两旁边是他自己祖宗牌位。初一十五都拜拜，啊，现在这个现象没有了。那个时候自然灾害很少，那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人性？越往过去，教育里头，教育最重要，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没有不着重伦常八德。啊，在台湾，现在城市里头还保留着有八德路，啊，有忠孝路，有仁爱路。我看看这路牌，这在全世界找不到了。唯独台湾还有，还能找到这个痕迹。好啊，啊，特别是高雄，五伦、五常、四维、八德都做成道路、街道的名称。啊，台北跟高雄不能比。啊，那么越往后可能就越淡薄，这对社会带来负面的
影响，也造成地球上许许多灾难的原因。为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人要常常想伦理，想道德，想因果，这个起心动念能量叫正能量，是好的，有益于身心健康，有益于居住的环境，风调雨顺，没有灾难负面的思想是自私自利是损人利己，起心动念跟贪嗔痴慢相应，这就不好了，这是负能量。今天负面的能量太大了，所以造成身心不安愚痴迷惑，造业自己完全不知道。是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病，60年前没有的，现在很多。那么真正懂得这些道理，大概还有少数的佛门弟子常常学习经教，经教里头讲得非常清楚，非常透彻特别是《无量寿经》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读这本注解等于读了83种大小乘经他采取的广泛，大乘、小乘禅宗、密宗统统都有，还包括近代的一些科学他所看到的，是非常稀有难得了110种古圣先贤的著述我们一般讲开示所以在这部经上通通看到世尊正法过去了，相法也过去了，末法一万年，第一个1000年过去了，今年是第二个1000年，里面的41年。也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3041年，我们中国古大德这么记载的跟外国人记载不一样，外国人是2500多年我们中国你看普佛里头都念到世尊降生的时候是中国周昭王24年驾云释迦牟尼佛属老虎的，他灭度是周穆王52年这个记得以这个来算，那就是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3041年。
啊，我们相信中国古人对于这个记载非常严谨，不随便传的，啊，它有根据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啊，台湾还算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要认真学佛，啊，真的，我一生非常感激我这三个老师，少一个我都不能成就。啊，介绍入门的方东美先生。啊，张家大师三年帮助我奠定基础。啊，李老师那里10年帮助我成长成就。啊，我念念不忘老师。啊，韩馆长在非常艰苦是真正艰辛辛苦啊，30年的护持，我那个时候什么都不要，我告诉他，我只要每天讲经不中断，啊，有地方讲，有几个听众，听众多少不拘，2、3个人、5、6个人都可以，不能中断。这一点他帮助我了，啊，那么也许有人遇到真正善知识好老师，但是要有个人护持你，让你讲经天天不中断，30年不容易，啊，没有这个锻炼怎么能成功？啊，我33岁出家，出家就教佛学院。啊，白山法师找我到石浦寺三藏学院教学。啊，就开始在台湾各地方讲经。啊，以后外国的缘成熟了。啊，后半世的缘全在国外。啊，学佛今年63年，讲经教学56年，啊，没有间断的，没有道场，啊，一生没道场，流浪，我很安慰。用释迦牟尼佛没道场啊，那么我们居住讲学还都在房子里面，释迦牟尼佛在野外，在树林底下，在河边上，河边旁边啊，佛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为什么不要道场？有道场就有增值，特别是末法时期啊，每个人心里念的什么？念道场，他不念佛法啊，他不念经教，他不念修行，不念戒定慧，他念道场，他念信徒，他念供养，这个麻烦就大了，慢慢就脱离了。那这释迦牟尼佛榜样做得好啊，我们细心观察，细心对比，完全明白佛陀的用心，一心向道，
那么经上告诉我们，世尊的法印是10000年前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10000年啊，正法戒律成就，相法禅定成就，末法净土成就。我们生在末法，修净土就对了。那么经上还有一个无本年，金刚经上有，大家常常读的。无本年是第一个无本年，释迦牟尼佛灭后正法，第一个5本年，戒律成就，真正持戒就能证果。成就是证果，没有证果不算成就。相法，这个第二个5本年。禅定成就，人的根性呢比不上过去，退化了。持戒不能证果，要修定。那么这两个是第一个1000年正法，相法前面的500年。多闻成就，这个时候佛教传到中国来，所以中国的佛法非常兴旺，禅宗是这个时候传来的。世尊相法就是世尊灭度之后1000年佛法传到中国，那么禅对中国影响1000年，但是真正有成就呢，是在前面一个时期，前面500年。那么后面500年呢？参禅得定的有，开悟的就少了。禅必须要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法身菩萨才算是成就。没有见性，只有禅定，不能算成就。这相法，所以世尊的相法前500年。多闻经教，各宗各派祖师大德出现了，留给我们许许多多经典的注解，提供我们做参考。后半时期呢，研究经教的人越来越少了，兴趣转变了，改庙，塔庙成就，后半500年，各处道场建造的非常庄严，然后进入到末法。末法头一个1000年过去了，现在第二个1000年开头。末法是什么坚固呢？斗争坚固，活活的僧团找不到了。我们生在这个时代，
这个时代往下去，我刚学佛的时候很担心啊，那这样下去佛法被灭掉了。我向张家大师请教，大师告诉我，佛法不会灭，但是有兴有衰，啊，起是兴，落是衰，末法这一万年，这个兴衰不断，像波浪形的。现在衰啊，衰到基础啊，啊，张家大师教我用意就很深啊，一定要有学释迦牟尼佛的人，佛法才能够维持下去，要不然就灭了。现在人才缺乏，儒释道通通都缺啊，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所谓的汉学啊，汉学包括儒释道。我们看到少林寺有一块碑啊，这个碑我们有拓本，将来这个地方挂一张啊，三教九流混元图，什么意思呢？中国人所接受的教育，男女老少，不外乎儒释道三家，儒以孔孟为代表，释以释迦牟尼佛为代表，道以老庄为代表，五千年的教化了，就这三股力量扭成一股，一二三，三二一，啊！中国的儒释道，表面形式上有分别，实际上呢没有。啊，儒读佛经，学老庄；啊，道呢，他也学儒，四书五经，也学佛经。啊，佛门里面这些大德的时候，有学儒，有学道。啊，你看欧耶大师注解有易经啊，注解有四书，他有四书欧耶解啊，这就说明啊，还有些寒山大师注道德经，注南华经，就是庄子，所以他们都通啊，啊，实质上啊，儒释道早就合在一起了啊，所以这个图赞呢非常好，它就是不但是儒释道三家，还有九流，中国所有的学派是一体，是一家。这个碑什么时候刻的？唐朝，唐肃宗年代刻的，在少林寺。啊，唐肃宗是唐明皇的儿子，啊，距离我们现在一千多年了，
1000多年前，中国各个学派统一成一家了。啊，特别是元、明、清三代，啊，他每一个朝代的帝王都懂得用儒治国，用佛教化众生，教老百姓，用道祭祀祖宗，祭祀天地鬼神，全用上流。那么今天中国社会乱了，怎么办？啊，古人教导我们，要把不同的学派、不同的思想整合成一个，社会就安定了，世界就和谐了。那我们这十几年来在国际上，啊，做什么？做一桩事情：世界宗教是一家，世界族群是一家。有一点成就，啊，要有人接着干呐。没有人接班不行啊，啊，不能让他中断了。啊，所以我们要走向联合国。希望联合国带头做出影响。啊，中国的国学就是汉学。一定要对全世界弘扬，啊，真正接触，真正去学习，没有人不欢喜。我讲外国人，啊，我们发现了群书之要。现在在马来西亚把它翻成英文本，许多国家的朋友看到之后深欢喜，认为这是正是智慧啊，确确实实可以救国家、救世界。啊，那么汉学是以汉字文言文为基础，啊，汉字文字学跟文言文是工具，我们提倡全世界的人都来学习，然后说，然后中国文字所写的四库全书，四库会要，你就有能力阅读。啊，大藏经是用浅显的文言文写的，啊，文字上没有障碍了。啊，中外能合作，把中国传统学术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啊，这是我们先前迫切需要做的大事，这不是小事。啊，今天的流通分呢，啊，汉学的流通、国学的流通，可是啊，我现在做的有一点基础，
希望大家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努力啊，更坚定基础，再发扬光大啊，面对全球。这是一桩大事啊，大事当中的大事，那就是超越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这是佛法的大乘佛法，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啊，往生极乐世界就是得究竟乐，就是离究竟苦。末法时期最契机的是什么经？就这部经。那我从大前年85岁，把《华严经》放下了，一切经统统放下了，专修无量寿经，专弘无量寿经。那我协助马来西亚建汉学院，协助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宗教大学，啊，建好之后送给他们国家去经营，啊，我什么都没有。我说得很清楚啊，学校建好了，我去教一年书啊，我是个教授的身份，教什么呢？教无量寿经，一天4个小时，标准课程是1200个小时啊，我说我只教一年，马来西亚教一年，斯里兰卡教一年，啊，然后我定居在香港，啊，香港我住在农村里头，啊，种一点蔬菜。啊，去做菜农，念佛，回老家。啊，老家是极乐世界，万缘放下了，才走得了啊！啊，事业希望有人继承。斯里兰卡大学的校长，我请总统兼任他答应。那汉学院的院长我也是想请首相来担任，那下一次有机会见面，我当面去邀请他。流通分了，我们今天说到了，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第二行里面全经三分，初序分，中是正宗分，末后啊是流通分。
这一部经分量虽然不多，架势啊跟华严法华很相似啊。你看一般经典，注意看金刚经，看阿弥陀经，这代表续分流通分之几行经文啊，本经续分三品，流通分六品，大经的架势啊。啊，从这个地方呢能看到它的重要性。灵峰大师云啊，灵峰人偶业大师净土宗第九代的祖师啊，净宗九祖，此山名初山、中山、后山啊，全经都山的。我们在这个世界想做一个善人，佛经上说善男子善女人，善的标准呢就是此地说的，没有这个标准不能算是善男子善女人，不能算是善知识啊，没有不善的。虚如手，举个比喻，好像一个人面孔五官俱全啊，眼耳鼻舌身通通具足。正宗呢像身体五脏六腑没有缺，流通分呢像手足运行不止啊，你才能有运作。今世啊后语，我们学到此地，这是经最后的一部分，叫后语。后语也是不可因其非正宗而忽视啊，我们要用平等心来看待。流通分一共啊六品经，分为五大口啊，43品到48品。第一，劝心流通啊，这里面呢分六段。第一段我们看，非是小乘，第43。念老有提解，本品经文多是唐译啊，下念老汇集。这个地方的经文是采取唐朝大宝积经无量寿会从这个里头啊借出来的，其中非是小乘与地业地支等，这是送一本啊，最后的一种译本。本品是流通分之首，独劝持名，正是慧权归师，摄末入本也。慧权归师，摄末入本，这是法华教义啊，这个含义很深。望佛本愿
意在众生，意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号。这用意很深啊，末法一万年，往后这九千年，包括我们现在，现在是九千年的开头，才四十一年，什么法门能读啊？老老实实讲呢，就是这部经，就是这个本子。黄念老有信心，梅光西居士有信心，我也有信心。那我这部经《无量寿经》讲了十三遍，前面十遍是一李炳南老居士没注讲的，后面这三遍一黄念祖大经解讲的啊，等于是我读大经解跟同学们一起分享，越讲越欢喜，越讲越有悟处，遍遍有悟处，时时有悟处，真正是法喜充满了啊，信心增长啊，愿心坚固啊，我们到这个世界来只有一个希望，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除这一愿之外其他全没有，万缘通通放下啊，真正认识了这部经，也就是真正认识了极乐世界，真正认识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学生活的环境，阿弥陀佛的学习的环境，遍法界虚空界第一殊胜，无与伦比。这个地方能不去吗？不但要去，要快去啊，何必在这个世界留念，在这个世界受苦啊，啊，利就近苦，得就近乐，就是往生，现在的属于叫移民呢。我们从台湾移民到极乐世界，这是一生成就的佛法，没有生死。要知道往生，这个肉身不干净，舍掉了，换一个身体，啊，换一个法性身。我们这个身阿赖耶的相分，啊，往生到极乐世界，跟阿赖耶永远脱离关系了，啊，真正是转八识成四智，
啊，烦恼自然就没有了。啊，因是我们的自信，缘是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无量劫修行的功德加持我们，无界成就的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成就了极乐世界，用这个提供给我们作为生活修学环境。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如来赞叹阿弥陀佛，光中极尊，佛中之王。不容易啊。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本愿功德之所成就，在一切诸佛世界里头也是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我们有信能够生到这个地方，所以无量寿经钞这个里面说，上来虽说万恨往生，望佛本愿意在众生，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名啊。啊，修一切行门能不能往生？难。这经上跟我讲得很清楚，无论修学哪个法门，临命终时将修学的功德回向往生极乐世界，啊，念阿弥陀佛名号，统统的往生。四十八愿说，深念必生的。这个法门太大了，啊，无论修哪个法门，甚至于学基督教的，啊，学印度教的，学回教的，到临命终时，信愿持名，摄生佛号就能往生。真心真愿，啊，生念一念都能往生。弥陀慈悲也。啊，并不局限第一生专念，那一生专念还有什么话说的？啊，决定的生啊！啊，所以流通分最重要的就这一句话，希望大家一向专念阿弥陀佛。这一句就是流通分全文的宗旨。又说，啊，这是黑谷，是日本的净宗大德。啊，又说，准本愿故。智流通啊，除非住行啊，但归念佛啊。到这里开始，希望我们转移啊，转移去，通通归念佛法，把万缘放下啊。我跟大家做朋友，我85岁，统统放下。啊，什么都不干。啊，读经，每天读经，
就是读这个大经解啊，跟大家分享一天四个小时，完全用大经解，其他的都不看。要专习，可见弥陀本愿，实实在在是希望众生一个方向，专念弥陀名号。啊，精确流通，特显佛愿，独唱持名。啊，常是提倡，劝是劝导。普遍流通，所以称它做后山。向下经文有六段。丙仪这第一段，举十方仪僧者劝信，佛告次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礼，右面这一段，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护圣地，是指前品中十方往生无量无边诸大菩萨啊，十地以上称摩诃萨大菩萨啊，十地以下。通常我们称菩萨啊，所以他这里有菩萨摩诃萨善护利益了啊，这些人听到啊，闻名往生听到阿弥陀名号，一向专念度往生到极乐世界。如前面所引论著所说的，论是往生论，注解坛南法师的注解里面所云：菩萨往生极乐，见阿弥陀佛，即于八地即。八地以上诸大菩萨毕竟深等法等，所以叫善获利益。啊，这是菩萨往生极乐世界。他方世界。大乘称菩萨，从初现位到等觉，啊，十地以上称摩诃萨，十地以下都称菩萨。这些人往生到极乐世界，即是下下品往生。花开见佛，见到阿弥陀佛，他的智慧、神通、道理，就跟八地菩萨平等，也有。八地以上
甚至跟等觉，看身等法等。这里讲了五个位置，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智慧、神通、道理，跟他们相等啊。所以这个法门叫难信之法了。啊，一般阿罗汉辟支佛三乘菩萨看到不敢相信，因为什么？这不可能的。但是这个地方是佛说的，释迦牟尼佛的话决定没有妄语，我们要相信啊，是真的，不是假的。那什么个道理呢？观经上有说过，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又说世心是佛，这就是原理，这是道理。那现在你发现了？要发心作佛啊，是心是佛，是心作佛，你能成佛，阿弥陀佛帮助你。得不到阿弥陀佛的加持帮助，我们确实做不到啊。得到阿弥陀佛加持，问题解决了，我们要有自信心的。欧耶大师在《弥陀经要解》里头讲心愿心，他的注解很特别啊！你看看，所有《阿弥陀经》的注解跟他不一样啊，他的注解续分、正宗分、流通分啊，每一分它都是分三科，心愿心啊，续分心愿心，正宗分也是心愿心，流通分还是心愿心，跟别人完全不一样。印光大师看到这个本子，佩服得五体投地啊！啊，说出即使古佛再来替弥陀经做个注解，也不能超过其上。这是赞叹到顶点的，是真的，不是假的。这个利益不是普通利益，究竟圆满的利益，世出世法里头没有能跟他相比的利益，就在我们眼前，我们要不要？是乃举十方往生身中，往生得业，以劝众生心要发愿。这经的意思啊，用你看看多少人往生啊，用这些人现实的例子，让我们听到，让我们看到，神奇信心。
要是欢喜，发愿求生净土。我们再看第二段，赞念佛第一，一劝行。啊，这里面分两小段，前面文明的理，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说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下文这赞念佛第一以劝行，闻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礼敬，如说修行，即得大利。啊，这个大利当得经中所说往生之一切功德。真难得，真不容易啊。啊，我们有多大的福分，有多大的善根，才能遇到啊，遇到善根福德的前身，从哪里看？我们听了之后，看到这个经本之后，我们的信心的程度，我们喜爱的程度，我们愿心的程度，个人都不一样。这就是我们自己善根福德不相同。只要真正能坚持，没有一个不往生，没有一个不成就。啊，最重要真心啊，难信之法了，我是深有体会。啊，我学佛，不是别人劝我的。学佛之前，对所有的宗教都不相信，认为宗教都是迷信，特别看清佛教。为什么？误会了，把佛教看成多神教，到寺庙里面看啊，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神，一个真神造物主啊，低级的宗教才是很多东西。啊，所以方老师跟我讲佛经哲学，我很惊讶。我给老师报告，佛教是宗教，是多神教，是低级宗教，它怎么会有哲学？啊，老师告诉你，年轻，你不懂啊。啊，给我讲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没听说过。啊，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最高峰，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这三句话我完全得到了，我学了63年，
啊，这一生活得自在啊，快乐啊，什么都没有，什么不忧愁，什么都不想，什么都自在。啊，人生最高的享受不是有地位，不是有财富，是快乐。啊，每天快乐，快乐无比。啊，这是大乘佛法给我的。啊，确确实实展开经卷，法喜充满了，能叫一个人长生欢喜心呐。这是人生最高的享受。啊，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说，人逢喜事精神爽，天天欢喜，精神就好，身体就好。那如果天天忧虑，天天愁闷，身体肯定就不好了。这是什么？一切法从心想生嘛。啊，起心动念都是善的，都是好的，身体好。啊，居住的环境好。啊，到处有灾难，我住的地方没灾难。啊，什么原因？我们没有问你，没有贪嗔痴慢疑。啊，佛经上讲的好啊，啊，贪心感应的水灾，啊，嗔恚感应的是火灾，火山爆发，温度上升。啊，愚痴感应的是风灾，傲慢感应的是地震。啊，怀疑更麻烦，怀疑什么？山崩地陷，山会倒下来，地会陷下去，那是怀疑。我们细心观察，现在这世界上人有贪嗔痴慢疑的有多少？哪一个人没有贪心？没有贪心痴慢疑？人人都有啊。所以这五种灾难会现前，哪里来的？从心想生。你不想，他不就没事吗？为什么要想这个东西呢？啊，要想什么？要想阿弥陀佛。这经典告诉我们，我们才恍然大悟，世间第一等的善事是什么？啊，你用亿万黄金造一切为社会大众谋福利的大善，比不上一句佛号。我们以前不知道啊，不肯念佛了。啊，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哎呀，念这阿弥陀佛，你一定是分秒必争。我有一秒钟念一句佛号，修大善，这一秒钟没念佛空过了，那次损失太大了。这话是真的，绝对不是假的。啊，行住坐卧不离佛号，啊，不出声音没关系，佛号不能间断。啊，声声佛号，经文上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念一声阿弥陀佛，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不是比喻，千真万确的事实。我们不能不知道。
这个经典好，他讲得太清楚了，太明白了。啊，我们没有得到这部经典，疑问断不了。啊，为什么呢？没讲清楚，没讲明白。啊，古大德的注解看不懂，这里头的奥秘没看懂。那么从这个经上慢慢明白了，再看古注啊，看懂了。原来人家都说了，是我们自己不能体会。那我说，经上讲的透彻了。古大德他入了这个境界啊，那个时代水平高啊，点到人家就全懂了，不用这么麻烦了。现在人不行啊，怎么点也不开悟啊，愈点愈迷惑啊，一定要讲得明白，讲得清楚哦，大家听懂啊。那么讲清楚讲明，就这部经，就这个注解啊，我们的感谢，这两个人不是普通人，菩萨再来啊，普通人做不出来。啊，夏莲老我没见过面，黄念老晚年我们就是老朋友了。啊，他住在北京。老年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啊，所以他在世的时候我常到北京去看他啊，向他请教啊，他非常客气啊，把我看作老朋友。啊，这个经的注解可以说字字句句全是经文，引用的八十三种经论那不说了，当然是经文，110种祖师的注解也是句句跟经文没两样，要尊重啊，要记住，要依教修行。啊，特别这个地方所讲的能生一念喜爱之心。啊，这经文上的一念时间不长。这一念心在阿赖耶识里头形成一个种子，虽然很短，这太宝贵了啊！你这一生不能成就，来生后世遇到缘，肯定这个种子起作用啊！你能够幸运持名往生净土啊，去劝人念一声佛号，这个功德太大了，大到无法想象，应当常常劝人念佛，不管他喜欢不喜欢，我干我的功德，他不知道啊，总是他听进去了，他要喜欢，哎呦，我们给鼓掌，太难得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